借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游足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毁。若见鸟衔宝而飞，以报心摇带之时，患终可毁。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患不可毁；若至一处，患终可毁。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患终可毁。拜野鸟时，患小可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鸟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为了这个宝物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我们今天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诸野鸟衔宝而去，诸游足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游足鸟取，犯不可毁。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缘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宝而去。这个鸟呢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那就是野鸟，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宝而去这是讲一般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去衔着宝物飞走了。诸游足鸟夺野鸟取这个诸游足鸟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但是呢被一群这个诸就是很多只鸟了，很多只有主人饲养的鸟这个叫游足鸟。这个有主人养的鸟看到那个野鸟衔着宝物飞走了，那么这个游足的鸟呢，再去把那个野鸟衔着宝物呢，再把它抢过来。原来呢，这个野鸟呢，它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被这个有主人养的鸟看到了，去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这个就是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
所衔着宝。啊，这个时候呢，啊，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啊，啊，这个宝啊，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啊，这个居士以盗心夺有主鸟取。啊，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啊，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啊，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啊，就换了不可毁。啊，在谦里面给我们讲啊，因为他具足六缘，啊，这个六缘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毁罪。啊，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是从鸟主边得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啊所得的罪，啊，从那里结罪的。若带鸟时，犯终可毁。啊，这个是。方便罪，啊，若待鸟时，犯终可毁。待呢是等待，啊，等待呢他还是有盗心的，啊，在等机会，啊，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啊，那么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啊，他在那边等机会。啊，有这个盗心了，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啊，得方便罪。疑如上说，啊，疑就是其疑呢，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以此类推，啊，疑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啊，言辞啊，以此类推，啊，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诸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啊，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诸野鸟，啊，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啊，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居士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诸有主鸟衔。宝物去，啊，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他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啊，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啊，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啊，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啊，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啊，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啊，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啊，那么居士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啊，被一群野鸟夺走了，啊，为野鸟所夺。下面谦给我们讲是无主也，啊，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毁。啊，前面呢是不可毁。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居足六缘啊，犯了不可毁。那么这一段呢是犯终可毁罪。
啊，犯了中和毁罪。啊，居士呢以道心去夺野鸟取，啊，这犯中和毁。那么前以上面那个经文呢是讲到，居士夺有主鸟取，啊，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毁罪。啊，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啊去夺取野鸟，啊，是犯中和毁，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有主的鸟，啊，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啊，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道心结罪啊，他是从有偷盗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啊，因为野鸟呢，它是没有主人的，它没有主人的啊，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啊，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道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啊，道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道戒戒相啊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条戒啊，因为这条戒呢它的戒相很细啊，往往啊我们受了这个戒呢，但是犯了道戒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道戒啊，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啊，稍微慢一点啊，等我们把这一条戒呢真正的戒相了解清楚了啊，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啊，那么再受这个戒啊，这样是比较妥当。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戒相啊，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啊，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是中可悔，下可悔。啊，这个犯戒的轻重，结罪的轻重，我们就不了解了。啊，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啊，这是对的啊。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就知道这个当中啊，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人事物非常多啊，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啊，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盗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带鸟食亦犯中可悔，一意同上。这个若带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了这个心啊，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啊，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中可悔，终罪可悔。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啊，应小可悔，终至恐悟，不则上意应云终可悔也。这个地方啊，祖师给我们点出来，这个经文啊，终这个字呢，恐怕是有错误，
因为古时候印的这个经啊都是抄写啊，有时候抄漏掉抄错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啊，是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啊。如果我们现代人啊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但是呢啊，我们古籍啊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了一个慎重的态度啊。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不改啊，但是他在下面呢、啊、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啊，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啊，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毁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带野鸟时换小可毁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带野鸟时啊是换小可毁。啊，如果这一段是讲中可毁，那么上面那段经文呢，带野鸟应该也是讲中可毁，啊，不应该讲小可毁，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啊，一意同上啊，一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换戒节罪轻重。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节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下面呢这个补再给我们讲，文云若带鸟时亦犯中可毁，注云准上应小可毁，中至恐悟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中可毁，那么千注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带野鸟是小可毁啊，中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 啊来讲的啊，这偶一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以偷夺心夺野鸟取偷然之，若带鸟时徒即裸准是利益
此文中可悔，应是小可悔。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借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偶益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悔呢，应该呢是小可悔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悔，但是他的经文啊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悔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悔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悔啊，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啊，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野鸟啊，有主鸟啊，这个例子。经文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我们请看经文。若居士普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钱则患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啊，政府啊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啊还没有这种做法。啊，我们看在这个欧美。啊，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啊，过去我们到美国啊，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啊一个赌场。啊，另外呢，费城也有一个啊，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啊，大城市都有赌场。啊，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啊，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好像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啊，一个小小的啊，它也是算一个国家啊，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啊，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啊，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政府的理由呢，啊，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回水不落外人田。啊，在自己国家呢，他的国民啊，那么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啊，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
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啊，马来西亚也有赌场，啊，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啊，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啊联谊会，啊，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那么我们楼上啊也是给他们建议啊，最好把这个赌场啊改成宗教大学，啊，但这个建议是很好。前几天啊，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啊，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啊，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啊，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总得他要说一个理由，啊，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啊，大家会去支持。那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啊，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啊，这个理由啊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啊，这个开赌场呢也是不好的，啊，欠人家去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倾家荡产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呢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啊，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啊，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赌场了，啊，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呢，啊，还是比较强烈的，啊，比较强烈。啊，虽然呢，啊，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啊，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啊，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啊，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根有关系的，啊，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啊，你开赌场啊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啊，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啊，这个是从教育方面啊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啊，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啊，在东方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啊，这个观念呢，啊，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啊，重视享受，啊，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呢都有，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啊，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
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啊，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啊，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啊，想不劳而获，啊，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啊，贪取别人的财物，啊，希望啊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啊，他去赌赢钱比较快啊，辛辛苦苦的赚钱呢，啊，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啊，因此有很多人呢，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啊，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啊，是不好的，啊，当然我们佛门里面呢，啊，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啊，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去赌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啊，不要去赌比较好。啊，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就是若居士蒲博啊，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换戒，啊，经文并没有这么讲。那么没有这个讲呢，没有这个讲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啊啊，那么你一般，啊，正当的一个赌博，啊，像现在这个赌场啊，你进去赌，啊，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啊，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换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啊，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啊，这个转此啊，下面会有解释，啊，我们简单讲啊，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啊，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啊，十赌九诈，啊，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呢，啊，啊，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啊，这一类叫做诈赌啊，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啊，他里面有作弊的啊，他有安机关的啊，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啊。刚开始啊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啊，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啊，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啊，都赔进去了。那么这里讲这个以道心转此胜他，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啊，他不是正规的赌啊，
是用道心转此生他。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得五钱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啊，只要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的机制呢，能够去诈赌啊，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啊，你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讲以道心，以偷盗心啊，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啊给我们的注解：博钱为戏，名出仆。啊，这个出就是戏耍啊，双陆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马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啊，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啊，那么赌博的方式呢都更多了。这个是讲古代啊，偶一祖师那个时代啊，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啊，马子啊，围棋、象棋，啊，这个骰子啊，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啊，那么皆名为尺，啊，这个尺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啊，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押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押哪一队会赢啊，那押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的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啊利用这个球赛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啊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博取那个
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押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也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了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此啊。啊，转此则偷其犯着，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五钱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暴心，故犯重也。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一段啊，准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的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啊，去赌博啊，也是犯这个轻过罪啊。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过罪。啊，轻过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啊，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啊，并不犯戒啊，因为你只有受五戒啊，你还没有受菩萨戒啊，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过罪啊，这个罪并不是很重啊，是轻过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啊，在这个经上讲啊，啊，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啊，啊，没有，没有这么讲。那、啊、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
不能算犯戒，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亲，故犯众人。他 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此去胜他，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只要赢到呢达到五钱以上了，就犯了不可悔，就都破了这个众戒了。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就是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也很明白。但是呢，虽然没受菩萨戒呢，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呢，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去赌，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举出这个菩萨放网经就最好还是不赌，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你去赌了。也不算犯戒，让你 明白了，你如果没有以道心转此，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呢，不算犯戒。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心里明白，他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道戒？让他明白，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就是犯了戒了，那你要忏悔了。那么没有犯戒呢，就是说你没有犯这个戒。就戒律这方面来讲，你没有犯。但是就道德观念来讲呢，还是避免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它有这个破戒罪跟这个性罪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你受了戒那么有没有犯戒？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可悔还是不可悔？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若有居士以道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不可计价值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它还是有这个三段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总说就是若有居士受五戒的居士呢以道心这个以道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摄利。这个舍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都是非常
尊重的，啊，特别是佛的势力，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啊，大家所敬仰的，啊，佛不在了，啊，那么他留下来这个势力的，啊，就等于是，啊，佛的身体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去拜舍利啊，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舍利呢啊，佛陀圆寂之后啊，他这个舍利非常多啊，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现在最著名的啊，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舍利的，啊，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啊，前一些日子啊，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信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啊，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啊，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我也去参观过啊，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啊，啊，也是一个福地啊，有佛舍利啊，供奉的地方啊，是个福地。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啊，是非常虔诚的，啊，都很虔诚，啊，敬仰这个舍利。但是敬仰是敬仰啊，你总不能用偷的，用盗的，啊，此地这个经文讲以盗心。偷舍利，它关键在这个道啊，这个道啊，它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这里经文讲，如果你是以道心呐，啊，就是用偷盗的心啊，去偷舍利塔啊，去偷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是犯中可悔。此地讲的呢，啊，这个以盗心偷舍利，那么主要呢，啊，也是以佛舍利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的舍利，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啊，应该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舍利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舍利的，但是祖师大德啊，这个菩萨也有舍利，阿罗汉呢他也有舍利，啊，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舍利。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啊，有感应的，也会有舍利。啊，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啊，啊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啊，用那个针绣，啊，刺针绣啊，绣佛像，把佛像啊绣在丝织品上。那个针头啊都会出舍利，那个针啊啊会出舍利，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灯花舍利，在90年呢 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啊去见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么
黄老居士给我讲啊，这个在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夏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啊，夏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啊，他给我讲啊，那个拜殿啊都有设立了啊，我们拜佛那个拜殿啊都出现很多设立啊，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啊，也会有设立啊，因此这个设立呢除了佛以外呢啊，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啊，还有这个修行人啊，他的感应啊也会出现这些设立啊。那么出现设立呢，就是用道心去偷设立啊，这是犯中和悔啊。他这里讲偷设立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了，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啊，就是五钱就换不可悔，但是偷设立呢，这个谦给我们讲啊，不可计价值故啊，他说呢，你这个设立是无价之宝啊，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他没有价钱的。啊，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之故，啊，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啊，但是呢，道心偷设立呢，它犯中和悔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哎，你偷到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啊，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呐、啊。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不可悔，那偷了这个设立呢，以道心去偷设立才犯中可悔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呢啊，这个下面经文 会给我们透露出来。这个设立呢，过去也有人在卖，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呢、还有人卖舍利的啊，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啊，一颗舍利啊卖到30万啊。那么如果以道心偷取这个舍利去磨砺啊，应当以价值来论罪啊，所以取这个舍利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啊，是道心还是清净心啊，这个结罪又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不同啊，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啊，犯的轻重啊，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